嘅娛樂 CSI 又要帶大家翻返去 TVB 啦。咁我哋之前講過啦，其實咧 TVB 嘅綜藝科咧真係立立亂嘅，因為何麗全咧正式咧就係辭職噶。咁而且咧佢咧同阿錢國偉可能有機會咧去到 Now TV 嗰度咧效力噶，咁所以令到 TVB 咧都陣腳大亂噶。咁除咗綜藝科之外，大家應該收到消息啦，咁咧就話梁家樹咧將會咧調去咧呢一個嘅邵氏電影部噶。咁所以而家劇集部得阿珍姐睇住嘅啫。咁之前亦都講過啦，阿李添盛咧，阿添哥咧就打算咧喺今年退休啦。咁啊，巾帼枭雄二咧就系佢最后一套嘅电视剧集噶。连一个咁资深嘅监制都要离开 TVB， 的确咧系头痛嘅。好彩有个珍姐，珍姐咧成功挨到阿李添盛咧留翻喺 TVB 多一年。所以呢一年入边咧，添哥咧会拍多两套嘅电视剧集嘅。咁究竟呢两套电视剧集边个咁好彩可以做到佢嘅男女主角咧？俾一齐娱乐 CSI。之前咧就盛传啦，李添盛咧要退休，巾帼枭雄二咧就系佢最后一套嘅电视剧集啦。咁其实好多人咧都好唔舍得阿添哥噶。咁由于咧佢拍嘅电视剧集收视咁好嘛，咁啊珍姐咧就用咗佢好多嘅诚意，咁啊哀咗阿添哥，佢终于咧就肯同阿无线咧续约一年噶。咁喺呢一年入边咧，佢将会帮无线咧拍两套嘅电视剧集嘅。咁嚟紧咧要开嗰套咧就系一套文初嘅电视剧集嚟噶。咁啊同阿铁马寻桥有少少相似啦。咁其实之前今年的《鐵馬尋橋》是非常之收得，而很多人都盛讚鄭嘉穎的演技。其實鄭嘉穎都不知幾想就是拍阿添哥的劇集，希望可以再一次拿到這個視帝。所以拍完這個《鐵馬尋橋》之後，鄭嘉穎經常都聯絡阿添哥，希望他不要退休，也都希望他再開拍這個《鐵馬尋橋》的第二集，這樣他就有機會再拿這個視帝了。所以阿嘉穎咧一聽到阿添哥咧決定留低 TVB 多一年咧，即刻咧就聯絡咧阿添哥啦，就問佢咧嚟緊要開啲咩劇噶。咁其實咧李添盛諗住開嘅文初劇咧，佢一早咧已經諗定咧揾阿林峰咧做呢一個嘅男主角噶啦。咁而女主角方面咧，佢就揾咗阿周麗淇好多次。咁啊周麗淇終於咧就應承咗阿添哥噶。咁由於呢套文初劇咧嗰個角色咧，周麗淇咧就做一個傻大姐啦，而阿林峰咧就係另外一個咧斯斯文文嘅角色嚟噶。咁佢覺得咧都幾襯佢兩個，咁就希望咧揾佢哋兩個拍嘅。咁但係由於林峰咧突然之間咧就要去到國內嗰度拍《白蛇傳》，咁所以搞到咧啲期咧完全咧就冇曬，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啦。樂小姐咧話去到國內拍電影咧大件事啲，咁所以全部要讓路，阿添哥要揾嗰個男主角噶。當然啦，鄭嘉穎收到阿林峰唔得閒嘅時候咧，當然佢非常之有誠意咁樣揾過阿添哥啦。咁而阿添哥咧亦都覺得咧，其實阿嘉穎咧都幾啱嗰個角色，佢都唔介意啦。阿嘉穎咧就替代阿林峰啦頂上嘅。咁喺開會嘅時候咧，佢就提出啦，不如而家用阿鄭嘉穎啦，即刻咧有人 ban 橋噶。咁點解咧？由於阿周麗淇同鄭嘉穎咧之前咧拍拖啦，而且分手嘅時候咧直頭係不和咁樣分開噶。咁所以其實佢哋兩個咧冇可能咧再喺埋一齊啦合作拍呢個電視劇。既然添哥一早已经用很多的诚意请周麗淇拍这套电视剧集，所以唯有又再逆角了。而男主角一個咧，而家咧就睇下 Bosco 啊，黃宗澤有冇期啦，希望咧可以俾佢頂上噶。咁啊，鄭嘉穎咧其實咧都知道啊，周麗淇想拍呢套電視劇嘅時候咧，自己都麻麻地想拍噶啦。咁佢咧就話其實阿添哥仲有時間嘅，仲會開多套電視劇集噶嘛。希望嗰陣時咧真係可以同阿添哥合作，令到佢咧再一次咧可以攞到呢個視帝咁話噶嚇。咁講完咁耐，係時候八轉公投。八進公投題目想問一下你，如果周麗淇再同阿鄭嘉穎合作嘅話，你又有冇興趣去睇下咧嚇？你可以將你意見去到八進娛樂嘅網站 ，click 入討論區，將你嘅意見發表噶。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，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